这些奥斯曼走狗，但最好都留下活狗。我们回到特尔戈维什泰，把狗全都插上尖柱。一次失手不会让你赢得战争，只需要说话的功夫，你就会面对比刚才多十倍的大军。准备好去见你的上帝吧！边境上的城堡是守住这个地区的关键，我们必须从土耳其人的猛攻中保卫他们。乡间的贵族和他们的农夫打算资助我们的军队，但他们非常善变，也许赶在他们倒向土耳其人之前没收他们的财产会更明智。苏丹先锋部队的刀刃闪耀着太阳般的金光，很快他们就会把你们的银子收入我们的国库。奥斯曼军队威胁到你在伯恩那里的要塞，主上。Вашим услугам тотчас сделаю. Приказание короче, да, господин. Да, понятно. Приказание да. тотчас сделаю. Да, понятно. Да, господин. Вашим услугам.
Приказания, господин. Вашим услугам. Да, понятно. Я被包围了， 不惜一切代价， 守住他。 要塞，主上。 拉斯诺夫要塞被包围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
人正在进攻弗格拉什的堡垒。Да, господин. Ласнофу要塞被包围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就连君士坦丁堡那宽阔的城墙都在我的炮火下坍塌，你真的认为你的弱不禁风的阵地能承受这样的？土耳其人正在进攻弗格拉什的堡垒。Thank you.
Господин. Да, Господин. Приказание сделаю. Да, Господин. Что понятно. Делаю. Да. Приказание. Понятно.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匈牙利骑兵已经抵达，他们来支援我们对付土耳其人了。奥斯曼军队威胁到你在伯恩纳里的要塞，主上。Да, сделаю. Приказание. Понятно.
拉斯诺夫要塞被包围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要塞，主上。唯一的救主。土耳其人正在进攻福格拉什的堡垒，вашим услугам. Да. Ласнову я забей 包围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
实的堡垒。拉斯诺夫要塞被包围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
вашим услугам. Да, сейчас сделаю. Thank you.